好，唔該曬。跟住落嚟咧，就係盧明軒先生，就獅子山學會嘅助理研究員。係，多謝主席。主席，大概一個零月前，我喺個關於小販發牌機制嘅諮詢入邊咧，幫獅子山學會發咗個言，然後紅咗。若然要以六個字去總結上一次發言，會係左膠泡沫爆破。而我今日嚟就係正正想係解釋翻咩叫左膠。左膠就係一啲不知世事運作，最緊要就是自我感覺良好，到最後分分鐘係害咗嗰啲佢哋想幫嘅人，亦都唔 care 嘅一班人。今日我哋講公營街市，我哋獅子山學會得一個要求，就係立刻將所有公營街市嘅檔攤攞出嚟拍賣。啲左膠成日喺度話啲鋪租平啲，咁啲販小啲街市檔主賣啲嘢咪平啲囉。但事實又係咪咁呢？之前107動力正正做過一個調查，發現同區嘅公營街市賣嘅嘢竟然係貴過民營街市嘅。咁代表啲咩呢？係啦，政府係就係年年都億億聲咁揞錢俾啲公營街市，等佢有平啲租㗎嘛，係咪？但結果呢，公營街市嘅空置率高到我哋今日要喺度開個立法會會議啊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唔係冇板睇㗎喎，亦都有私營街市，佢哋最少都有九成嘅租用率㗎喎。係可能你去私營街市係要俾貴啲租，但個 point 正正係嗰啲檔主寧願要去私營街市俾貴租啊，都唔去食環署嗰啲場度做嘛。若然食環署嗰啲場係咁正，租又咁平，個空置率會唔會搞成咁啊？香港最珍貴嘅資源就係土地，但就硬係有一班左膠，一日到黑就係識得拗津貼，到政府津貼咗啦，錢使咗，嘥咗，地又嘥埋，到最後你哋口口聲聲話想幫嗰班檔主啊，都寧願俾貴啲租去私人市場嗰度租鋪頭。你班左膠仲要喺度擁護公營街市，你究竟知唔知個醜字點寫㗎？政府係時候㗎啦，將公營街市賣返出嚟，唔好再貼錢喺啲冇人行、冇人想擺檔嘅街市度啦。多謝主席。好。